小虎队罕见同框，陈志朋晒与苏有朋、吴奇隆合照，力破感情不和传闻。小虎队当年是风靡亚洲的超人气偶像团体，自从解散以后，合体的机会就不多。上一次小虎队三人同框还是在2016年吴奇隆的婚礼上，如今三人再度合照令网友十分感动。照片中陈志朋留着一头长发，个性十足，而苏有朋和吴奇隆都戴着棒球帽。之前小虎队屡屡被传不和，尤其小帅虎陈志朋是三个人中发展较差的，常常被猜测和另外两个人事业有差距，导致关系越走越远。但现在看来，三只小虎关系还是不错的。其实11月27日在赵薇的两只老虎首映礼上，苏有朋和陈志朋已经同框过了，当时两人也是勾肩搭背，力证兄弟感情依然在。小虎队此前在2010年虎年春晚同台演出，此后再没有一起登台表演过，因为他们都想把小虎队的记忆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，现在能看到他们合照已经很满足了。